5年前的天晚上，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，不是沈怡恩，是你，对不对？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因为那天你喝醉了，从头到尾都只把我当做沈怡恩。我要怎么告诉你啊？就算我告诉你。 来了。昨天你在电话里说有事要跟我说，是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边走边说吧。 你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才会特意来找我，说吧，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是工作上的事儿吗？怎么了？当年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。哪个事情啊？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。 当年和我在马赛酒店，房间里的人不是你。其实这件事情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对莫许撒这样的谎？我没有撒谎，我一直以为是你。我昨天才知道，5年前那个人。 是胡文熙，怎么会是他呀？那天我喝了很多的酒，因为你答应了起来的求婚，我心里郁闷，喝了很多酒，也许是太伤心了。 那天我也不知怎么了，醉得特别的厉害。我只记得有个服务员，他送我回了房间。至于胡文熙是怎么进来的？ 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，我应该把它当做了你。呀，我爱你。 如果不是看到文熙背后的台词，
我也不会起疑。我问了他，他承认了那天的事情。那文熙他人呢？我知道，你早就出门了吧？当时你怎么会醉得连人都分不清啊？我怀疑，我当时是被人下了药。被人下药？如果我没被下药，我不会醉成那个样子，连房间都会搞错，连你和文熙我都认不清楚。那你又怎么会去我和齐磊的房间呢？很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我去酒店酒吧的时候，身上肯定是带着自己的房卡。还有一点我很确定，在我点第一杯酒之前，我会把我的房间号报给服务员，把费用记在房号上，所以服务员是知道我的房间号的。所以当时齐磊回到房间的时候，看到你和一个女人在床上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他的第一反应认为和你上床的那个人就是我。